行皇帝遗诏。门下修短有定期，子生有名数，圣人达理故无所逃。朕自继位以来，应天顺命，休养苍生，历25载，交劳成疾，弥国不抽，延念亲贤，可复后世。贤贤，娘娘，这周公公，大人们都等着呢，赶快念呐。娘娘，这遗诏有问题，这遗诏有问题啊。娘娘，请留步。娘娘，满朝大臣都看着，此时不合适吧？延念亲贤，可复后世。贤王天中睿哲，神兽莫齐，自列王藩，豫章厚德，可于旧前即皇帝位。命卫林、王钦若、林特、陈鹏年、刘成圭为辅政大臣，将相协力，中外同心，共辅乃君，永随天极，故兹诏事，贤使奉行。臣不敢奉旨。贤王爷，这是先皇遗诏啊。本王曾在大行皇帝面前立下重誓，绝无觊觎皇位之心，故不能奉诏。贤王，自即日起，本王不出府门一步，不见府外一人。贤王爷，不对，这遗诏是假的。对，这遗诏就是假的。先帝病危之际，将本官康相公温枢密召至御前，由本官草拟康公手书，温枢密加印。陛下传位遗诏，继位之君明明是太子，怎么变成贤王了？这遗诏就是假的呀，是假的。皇后，杨大人所言甚是啊，这遗诏绝非先帝所立啊。康相公，一向自以为是，倚老卖老，先帝仁厚，都忍让了你。如今这传位大典，你也敢出来胡闹？你真是不知自己的斤两！你混账！莫非这假遗诏你也有份？康相公，你说这遗诏是假的，那你拿真的出来呀、啊！圣旨是真的！你胡说！哼，尔等真是胆大妄为，连圣旨都敢伪造！康平仲，你才是胆大包天！你想抗旨吗？庭中武士，何在？我乃辅政大臣卫林，殿前武士何在？在。
康平仲咆哮金殿，把他给我轰出宫去。你是是，好你个卫林，胆大包天！你卫林，你卫林不但好死！林宇，先帝在富宁宫拟旨，是咱家笔录的。先帝明明说要传位于太子，你竟敢篡改遗诏啊你！周正，先帝一向待你不薄，这个时候你也敢否认遗诏吗？你，周正图谋不轨，来人呐！在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是，你篡改遗诏，天理不容！你们篡改遗诏，天理不容！篡改遗诏，天理不容！你们放开我！你们篡改遗诏，天理不容啊！天理不容！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